哎，我们的记者很多，一流的新闻呢，哈，马上收到我们了，哈。OK，好，来，同学，这儿先让师傅进行读书了。同学，可以把麦关掉。同学，OK，有噪音啊。好，同学看一看，就是白板的部分啊，你们的荧幕哈。好，同学，我们呢就是呢已经是来到八正道了哈。那同学，我们在正见缘起，那么呢，就是正见缘起里面有总序了哈。同学，我们总序上堂课才刚完成的啊。然后呢，接着下来啊，我们就进到去别说，那么就是顺逆观照的部分哈。那有流转律和环灭律的部分哈。好，同学过呢有不着二边呢哈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的范围大概就是在这里的范围了哈。好，同学呢，八正道啊，预计今天是正见了哈。或许可以完成得到的话呢，后面是还剩下就是正思啊。正语啊，正念啊，跟正情了哈，同学看一下哈，那八正道完毕之后啊，再弹多一次37道品，就过来果位这里了，就过到来果位这边，果位完了啊，这边就快结束，所以同学八正道是篇幅最大的哈，那我们如果是完成了的话，就七七八八哈，那么在上一堂课里面呢，讲缘起的环灭律哈。环灭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了哈。那么它是指缘起法是因缘而存在的，会升起也会有灭尽的啊。所以呢，整个缘起法其实呢哈，如果无明爱啊不起的话，业力消掉啊，生死也就停止了哈。好，过后呢，就是下来呢，这边有提到哈。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啊，迷蒙了真相哈，把一切法众生看作真实的哈，好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无常、无我和涅槃哈。好来接着下来呢，这边呢还有提到啊哈，声闻的痴，看一下先啊，是过头了嘛？对，都到这里哈。好来请就是邓玉兰读一读哈，缘起甚深哈。缘起甚深，缘起的空寂性，涅槃必复甚深。贞观缘起的无常无我，离烦恼而解脱生死，名为得破涅槃。涅槃到底是怎样的呢？那是生而更生的。佛威阿难说有为与无为法，也就是缘起与缘起的空寂性，说是亦被复生深。如说此甚深处，所谓缘起有为，必复生生难见。所谓一切离取，爱今无欲，寂灭涅槃。大海譬喻生死缘起的深广难测，最深的海底，形容最极深深的法性，缘起的空寂性。缘起是相对的假名。众生为无明所蒙蔽了，不见缘起的本性空寂，也就不知道当时无常无我的业果延续。如真能真观缘起，不取不着，断尽烦恼，生死永续，那就体证到缘起法性的极灭。好，声感谢。OK，来，同学请消化完成这段，我们消化这一段。同学，你读完之后记得把麦关掉你们那翻书全部的声音很大声的，其实都能听到好，来，同学们看一看呢，哈，你们的讲义都已经画好了的了，哈，对不对，哈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哈，这边他讲了，就是呢，就是佛为阿难说，有为与无为法，哈，他说啊，哈，所谓一切取离啊，爱尽无欲，涅槃寂灭，哈，那这边讲的是环灭的定律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哈。
这个是幻灭的定律了，同学。看到吗？好，无明灭了之后呢，心就跟着灭，然后整个呢就可以开始，就是了了的了。这就是这段句子里面描写的情况了。好，来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哈，他讲啊，大海譬喻生死缘起的难深广难测，形容最极甚深的法性缘起的空寂性哈。这个缘起的空寂性啊，我们讲啊，它是甚深哈，难以可以推测得到的。同学啊，基本上啊，如果是啊，我们看那个缘起的图啊。就一个这样圆圆，好像个 donut 这样，然后有12个东西，也感觉不深的。但是经典里面常常提到深，我是觉得啊，经论常常讲，哇，它很深，它是蛮难理解哦。应该啊，是站在啊，就是大家都如果是修行的人哦，大家用禅定来看哦，可能没有几个像释迦牟尼佛可以把这12个东西把它观出来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那因为我们本来都背惯了嘛，所以这句子上讲呀，深深的很难呢，还蛮难理解，就是原因在这里了。好，来我们再看一看呢。好，接着下来这里有提到他说啊，众生为无明所蒙蔽了，不见缘起的本性空寂，看到吗？所以呢，有无明的缘故，所以呢就不断的啊，看到吗？你有无明的缘故，那么有无明的话呢，就整个啊就继续的轮转呢，就整个不断的持续在轮转呢，就一世又一世，一世又一世，基本上虽然这个是过去世，现在是个未来世，但是也足以说明三世，无止境的过去世和无止境的未来世已经足够去说明它了的了，好，所以这里有讲到，如果是只有烦恼尽到完了，才可以体悟到缘起法性的寂灭，这缘起法性的寂灭指的就是涅槃来的了。所以同学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把整个缘起算是 讲完了。来，我们来下一段了，来，请就是玉华读一读了。好，声闻的次第误入，以大乘的直入无声，缘起的空寂性超越了假名的相对界缘起，而契入绝对界。缘起是以空寂相应相顺的，如阿含经说，如来所说修多罗深甚明照，难见难觉，不可思量，微密决定明知所知，空相应随顺缘起法，这是为正方知的深甚广大无量无数永涅。换言之，这是没有边际可说的，是超越假名的相对界，而不可以数量说的，也不可以想象为摘齿摘皮的。这不能说是有，也不可说是没有的。如说离欲寂灭莫已，有意不应说，无意不应说，有无意不应说，非有非无意不应说，离住虚为得破涅槃，此至佛说。总之，这是超越了假名相对界缘起，而契入绝对界。但这是从真观缘起的空寂而误入，也就是缘起法性的实证，不着而边之中道。佛法的中道观是从缘起法的真观中显出，为佛说法的根本立场，所以真观也称为真观，也称为众观，真法也称为众法了。说到不若二边，经中都依众生自体说，一半凡夫见人生了出来，或见到生死流转，只有见；见人死了，或见了生死入涅槃，只无见。有缘起正见之佛弟子，见到生死
指事件的集体，集起不会起无间。知道缘起的如幻假有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，而且即是可生的，在灭时也绝非实无了。还有了解缘起的此有彼有，此生彼生，事件集，所以生起先前时，知道缘起的流转相虚，不会觉得一时了事而起无间的。见到事件灭，也就是生死解脱了，不会起有见，因为缘起如幻的相对性，在涅槃寂静中是不能成立的，而且即是可灭的，在升起时也就绝非实有，实有是不会依缘而灭的。了解缘起的此无彼无，此灭彼灭，当生死解脱时，也不会只有使我得解脱的。总之，一切是缘起的，唯是缘起的极灭，并没有使我使法，所以不起有见；没有使我使法，所以也不会起无见的。真能真观缘起，就能不着有见无见，依中道真坚而得解脱了。好，感谢你来。这边有谁需要的话，重点的举手一下。有没有谁要画的？你的讲义是没有画好的，全部讲义画好了的。静云，你的讲义也是画好了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画的。哦，就是需要画好。妙长玉兰，你们讲义画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好的 ，OK， 好的，了解好。昌能，你的讲义画好了，对不对？昌能，对吗？对不对？画好，打个大拇指。静云没有画好，是我再 send 多一次给你了，先画好的给你，这样你可以全部同学同步这样子了，好，就不会说全部人等一个人这样了，好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看一看了，好，这边呢，他讲了，好。这一段呢、所提到的声闻的次第误入大乘的直入无声啊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啊，缘起的空寂性超越了假名的相对界缘起，而切入绝对界了。同学，这个绝对啊，就是所谓的 ultimate 来的哈，绝对啊，也是我们所谓的巴拉玛达了哈。再给同学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利名啊，英文通常用 ultimate 了哈，这个字呢会跟圣意也一样啊，通常是用究竟界比较多，或者是真实意啊，真实意啊，这个是大乘的哈 ，sorry 哈，再给大家一个哈，圣意地哈，同学这个巴拉玛达萨恰哈啊，请你抄写一下这个字哈，所谓的究竟界指的就是这个巴拉玛达萨恰来的。好，来我们看一看呢，好，在这边呢，他还有提到什么东西哈？好，他说啊，关于这一个空寂性，阿含经是讲如来所说的 sutra 哈，也是甚深难见的啊。然后他讲就是这个是为证方知了，同学，为证方知呢，意思就是讲原文字是没有办法形容的，只有你修到了哈，才有办法哈，可以真的体验到它哈。同学，如果是说啊哈，为证方知啊哈，那么语言文字会不会是多余呢？你看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
手指指月啊，很多人呢都一直做手指，而不知道去看那个月亮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如把手指拿掉，它会不会更好呢？啊，陈玉兰，嗯 ，Lenn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既然手指指月全部跑去看手，不如我们就不要再指月，行吗？全部看手，似乎还没有做到你的重点。哎，问题的重点没有抓到。哎，OK， 海玲，你来回答。怎么样啊？不会啊，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师傅，我想要这样子回答可以吗？我们要进入这个圣义地，一定要通过这个世俗地。你要了解世俗地，你才能够起入这个圣义地。所以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前方便，一定要有手指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但是这些人的问题啊，如果是执着了手指，就不去看月亮，怎么办好？把他手指切断吧，开玩笑完了。所以同学，基本上是对的。其实这个课题，在佛教是经常有被讨论到的。因为，我们有一部分人，就是，当佛学变得文字化，那么那些人都在文字里面做学问，所以就这个缘故，经常禅修的人，都讽刺在大学做研究的人说，你看他们这帮人，又在入海算沙，又在，做文字游戏，通常是这样讲。那么以前呢，人家这样子来讽刺，因为我们呢写论文呢都是要引出出这样啊，好啊，通常你知道要贬这些人怎么贬呢？那就是指剪贴，这帮人只会剪贴罢了，我们就是 cut and paste 啊，所以呢会这样子来讲，那就是因为其实会延伸到这个，这种这样的嘲弄啊，在经论早就已经出现了，很早期就有这样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有做学问的人呢，对于那一些完全不研究的，那我们通常怎么样子来讲回他们？啊，同学，四个字，啊，纸上谈兵。啊，哪里是纸上谈兵？这帮人连纸都不看啊，现在谈什么鬼兵？他们是不看纸都不看啊。那我们通常是讲如何回应他们？哎呀，你们没有跟别人吵过架的吗？你们，我是指啊，就是说，那些只是修行啊，不重学问的人，你们没有跟他 argue 过的啦。哎呀，你们这帮人太单纯了啊！通常啊，他们都会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都讲他盲修瞎练啊，通常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就讲他哦，你们盲修瞎练，完全没有方向，只是乱修啊。那他们就讲回你们哦，你们都是啊，纸上谈兵，或者入海算沙这样的。可以了解吗？好，这个同学记得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呢，其实是性格的问题啊。我敢讲啊，你们这帮人呢，可以读佛学读那么久啊，我把你们如果全部送去广清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你们这帮人顶不顺的，哈哈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么一样的，你把净宗的人那帮人带来我这边呢，他们上不了一两堂也是不见人影的，他们觉得太复杂了。怎么把佛学弄得那么复杂的？学佛不是简单的吗？他们会这样回答的，可以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就是又是老问题了，是更新的问题而造成，所以呢，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，这些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换言之，他说这是没有边际可说，是超越假名的相对界了。同学，假名是什么呢？假名就是 Pranjana。这个应该是同学稍微有认识到，假名就是破了假名是设来的，来同学可以写梵文或巴利文，假名是 prajñāpti 或者是施设假名呢？啊，同学，这个假跟真假无关。好，像你们呢，像我叫妙长，叫玉兰，叫雷尼，这些全部都是假名来的。然后你们本身也是假名，也是因缘和合，因为你们是由
地水火风逐个而成，所以呢，你们也是假名，这样子来理解的。好，来同学，我们好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呢是超越假名呢。同学啊，假名里面呢它是有几个层次的。第一呢，文字本身就是假名了，就像是一本经书，它肯定是超越文字的假名了。那么呢，在文字里面，比方说我们描写五蕴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五蕴呢，我们讲啊，是由我们的心肝脾肺爪毛与爪毛发指皮构成。那么这一个呢会再进一步再超越第二层次的假名了。第二层次的假名叫兽假了。大致都能记载什么是兽假呢？房子不真实存在，房子是由柱梁、屋顶、地板架构而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本身是由色受想行识组成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假名，这个叫做兽假了。那么呢，当分到最小的单位啊，没得再分的时候，那个就叫做法假了。OK， 同学啊，师父在别的课都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分到最小是法假，请问法假是真的？既然法假分到最后我们不可以再分，那请问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俊仪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因为我的课程太多了哦。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我重复很多遍哦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啊，我有没有对你重复？到底我重复了，你没有记得哦？哎呀，真的是我也不懂怎么办，所以直接问来俊仪。哦，应该是假的啦，应该就是假的。这样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过那些？这位大众好像没有听过这个，没有听过哈、哦？啊，没有听过这个。Mandy 呢？啊。为什么讲他假是错的呢？哈，我不懂，我是没有听过，可是我觉得是真的。哎呀、有人听过答错，这个没有听过，这个答对了。哎呀，真是。OK， 其实两个都不大对。来，我看看，听过的请举手一下。嗯，看谁敢招认哈。好，海林，你听过？为什么说他们两个都一半对一半不对哈？嗯，你刚刚举手吗？你讲你听过、哦、有啊有啊，可是笔记不懂做到哪里哦，现在烦着哦。燕王，所以啊，我也很惨的，因为你们这班人、我的课那么开了十几堂啊，你们这班人都在重复，都是你们这班人的，我也重复讲很多遍的我知道了，以后逼你们上台，你们一定记得的。好，同学，这个课题啊、是大一课题，为什么呢？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从说一切有部啊转去大乘啊，就是因为这个课题的关系。因为呢，站在有部的立场哦，法假真实的是不能够再破解的，可是大乘却认为这个是虚妄不实的，所以呢，鸠摩罗什就认为这个是境界更高，所以他从有部啊转去大乘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谁啊？那就是玄奘大师。为什么他的在印度的？他的老师啊委任他去啊参加辩论大赛，也就是玄奘有本事啊把这个我空法也空的道理讲得明白。所以呢，小乘是我空法不空，大乘是我空法也空的。但是这个到底啊是推论出来的还是禅学修出来的，这个不得而知。所以他们认为啊，这个最后啊也是因缘和合哦，是比较究竟了。那我们读社论就没，社论跟有不一样，认为分到不能够再分的时候，这个就究竟地。所以为什么呢？究竟法有四个，心心所色跟涅槃，这些、都是分到不可以再分了的东西来的，可以了解吗？不能够再分了的， 它一定会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据点存在的、但是大乘认为这个也是空性因缘和合、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奥妙的东西来的。
这些这个问题在经论里面有专门有进行讨论的了，好，哦，所以呢这个甲哈，这个同学不要小看呢，所以呢在南传的《语气部论》里面呢，有一部是《诗社论》，就是专门谈这种假名的东西。南传有一部论叫《诗社论》呢，《气论》呢。那么呢，这种诗社假名的东西，概念法的东西哦，舞蹈心理学他们最专长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问题是跟沟通有关，沟通就牵涉到概念，那概念就牵涉到定义的问题，这就是跟响韵有密切关系的，可以了解吗？啊，我们的响韵啊，而造成我们标签这种种的事件，这样子。好像刚刚我们举例子就是了，之前呢，武汉呢，一讲武汉我们就色变，因为我们标签就是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是跟病菌有关，我们会怕的。但是现在没啊，那天才看报章，原来黄鹤楼啊已经打入十大旅游景点啊，它的罪名已经有洗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它标签可以改变的。现在是文沙巴事变哦，以前我们呢看到回教徒怕嘛 ，double 怎么啊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啊，他们都已经干净了了，我们都没有怕他们了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一个东西的名啊，它的概念啊、定义哦，都可以随着时间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的。哦，这就是他假名的意思。我们架构出来的世间，这是我们架构出来的。那么除了我们，一部分也是报章新闻架构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呢写那么多如果是有写假消息哈，你常常看假消息，你架构出来的世界就是假消息的世界咯。好，一样经文也进一步讨论了。请问呢，假消息呀，是概念。那么那消息是真的又是概念，那这两个都是概念，这两个都是概念呢，到底它是同还是不同？懂我的问题吗？哦，因为啊，你看啊，我们讲假消息我们是概念法来的，那么真的消息也是概念法，那这两个都是概念法的话，请问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陈玉兰，这是听清楚了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每次抓我呢？哪里有抓你？这是概念法来的。两个都是概念法，一个是真实，一个是不真实咯。那两个都是概念，那到底两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假消息，一个是真消息嘛。哦 ，OK， 我懂你意思了。哦，应该是。哦，你说概两个是概念法，一个真的概念法，一个假的概念法喽。对我来讲就是。OK， 同学，其实这种问题也是经论里面有讨论的。经论常常会讲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处于这个世间啊，是真还是假的啊？那么呢，通常经论会这样回答，他说相对而言呢，跟梦比起来，我们是真实的；但是如果是跟旧境界比起来，我们又是假的。所以陈玉兰，你可以聪明点回答，你说哦，师父站在旧境的立场呢，两个都是假的。那么如果是这两个概念法相对呢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咯，这样不就可以咯？可以了解吗？所以站在概念法的立场本身呢，有真有假。所以同学你们可能觉得很好笑啊，在玩文字游戏，他没有经论就是有讨论这种东西的。有些经论呢太过深了啊，等你把它解读完了，哎呀，原来讲这样的东西啊，哎呀，那么长时间原来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啊，有啊，他们有讨论这样的东西啊。所以同学可以了解吗？这就是概念法里面，所以呢，通常啊，真假相都是要站在相对而言的立场了啊。所以站在概念法的立场，假消息就是假的，真的就是真的，还是要辨明的，不能够啊站在空的立场来看，你会弄乱你自己的，可以了解吗？不能够站在空的立场，所以真假都是要分啊。所以 Mandy， 所以我讲你赚钱也不要手软哦，因为你站在世俗地的立场，你是应该要把钱赚够够他的。你了解吗？好啊，这就是要把它分清就对了的了。好啊，这个假名啊，就是已经可以理解。所以啊，谈到假名这一个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同学？有个相对界，都是相对而言的，假名都是一个相对的世间啊。所以呢，就举个例子，我讲啊，海林你很瘦，你认同我讲你很瘦吗？你认同吗？你认不认同？我讲你很瘦，你认不认同？不认同啊。为什么你不认同？我吃胖了。
我看我自己是胖吗？哪里会胖？我用头猪跟你比，你不是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！但是你说没有，我很瘦啊，没有啊，我哪里跟玉华比？你又胖了了，对不对先？所以同学，这个就是相对而言，同学这个、概念法通通不是真的，都是相对比较出来的。可是啊，我们相对比出来的感受是真的。所以呢，刚刚海玲啊，就空欢喜一场啊，很高兴啊，真的吗？我有瘦咩哈？啊，其实啊，这个你的欢喜是真实法，真是阿毗达摩立场了、啊。那么如果我是拿玉华来跟你比喻，你又变胖啊，你又伤心难过，这伤心难过是真实法来的。但是啊，这些比出来的结果通通是概念法来的，所以同学记得哈、哦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啊，股票市场大起大跌，我们都是在概念法里面啊。跟着它波动的、啊、其实这些所谓的起跌、啊、都是相对而言的。好，同学可以理解吗？好、啊、这一个呢是这两个字、啊、光是这个就可以谈得很深刻。好好啊、同学、好好思考一下，你有没有经常、啊、被这样的概念法玩弄过？你小小到大有被玩弄过吗？有的话可以做个记录、啊、在你旁边那边、啊、写下、哦、你今天终于领悟到原来你被假概念法就是用假名哦玩弄过这样子哦。师傅啊，想问一个问题啊。嗯，可以。你最后怎么分到最后不能再分的叫什么？叫假法？哦，叫做法假了。法假。嗯，对，分到不能再分叫法假。啊，好了，都可以举手表态了哈。不知道。那个拿回刚才讲肥胖的那个来做、example， 这样如果概念法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出来的嘛、嗯、可是如果我们拿那个 BMI 来比，这样它就是真实了咯，对吧、啊、对、啊、不是的，就是 BMI 比较的话依然它是概念，还是概念法概念。但是问题就是 BMI 本身呢、哦、它是用很多人的数据、哦、产生出来的概念来的，所以这个概念产生呢、啊，它会跟很多就是说健康啊的那些关系 related 到的。所以呢他就是觉得哦，当你 BMI 超越某一个哦，你会得到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那这些知识依然是概念，但是这个却是概念中的真实啊，它是 facts 来的，这概念中的真实。所以这个概念中的真实我们就不能够当它是假名来看待了哦，那个是要认真看待了，可以理解吗？哦，你看呢、啊？如果是说啊，哦 ，OK， 你觉得你很肥胖，但是你就通过看 BMI 很积极减肥，这个是这种概念呢、啊，是让你很积极向上，那是很好的。但是你比了之后啊，哦，就回家哭三天三夜，这种比较意义不大的，这种这样的真实法哦，是负面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概念法的运用啊，要带到给你正面的。改进向上的，这才是有意义的概念法。所以概念法本身它没问题，就是看你啊习惯性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，而这个习惯性就所谓的乐观跟悲观。还有你很重视你的概念呢、啊，很严谨的话就表示你是架构在科学上的概念哦，就所谓的比较真实了啊。那么呢像 Lenny 可能今天上网看阿贵网站啊，上网看就是不三不四的网站得到的消息啊，就是概念里面的不真实了，可以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在概念里面还有再去区分的啊。概念什么再去区分？你是在问问题呢，你还是在对我讲话，还是对大家讲话？哈，我在想，就是刚刚你说概念法。有真和假，但是在真实中你是说用就如果用就近来法来看它还是就近，所以我现在很乱了、啊、不是，你在就近法来看全部都是假名来的，都是概念，都是假的，
他的经济房地产全部都是假的。但是他的概念法，打住打住先，打住先。你讲概念法在那个旧金法里面就是啊假的，啊对对，是吗？啊，就是假的啊，所有的概念法在旧金法都是假的，在旧金法里面就是假的。那么你讲概念法的真实比较出来，就好像有 BMI 这样，这个概念法也是真实的哦。比如讲，没有就是保存啊，不是它概念法本身，概念法本身的建立啊，是通过严谨还是不严谨的？那么严谨的话呢，它符合真实性的，就是概念里面的真实，就是比较高，成分比较高咯。因为概念里面有分真假，刚刚都讲嘛，有分真消息跟假消息嘛。哦，在概念世界里面有真消息、假消息。那么呢，如果你 BMI 的数据是一大半的人的话，它是属于真消息了，因为是很多人哦的数据架构出来的概念。但如果你是自己的想法，一个人的罢了，一个的数据，那这个概念法本身就比较是不严谨了，有点靠近假消息，类似是这样了。嗯，这样就是说，如果用科技啊数字算出来的概念法，就是真实的概念法了。啊，有正式的概念，嗯，这样子了。OK， 啊，但是不管真假的概念，站在旧金的立场都是假的，都是概念来的。啊，这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好啊，这个在阿毗达摩最后一章。会特别提到第八章后面那边会特别提到，所以同学放心。好，这个就是提到这边，他说这不能说是有，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啊。同学，我比较不大喜欢谈这种东西了，因为讲了好像没有讲，离诸虚妄得波涅槃了啊。这个是就是啊，这虚妄指的就是指虚伪啊，指的就是所有的假名呢，离开了之后就会得到涅槃。所以他说，总之啊，就是超越了假名相对界缘起，而切入绝对界了哈。啊，这个绝对界指的就是涅槃刚刚讲的哈。好啊，不着二边了哈。怎么叫不着二边呢？同学看一下哈。他讲了，中道观哈 ，OK， 大家巴利文哈，中道观应该是 Madhyamika 哈。对了 ，Madhyamaka 哈，同学可以写，中道观或者我们讲中观的哈，啊，同学写 Madhyamaka 哈，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同学，这个中道观呢，其实就是啊，大乘里面有三个派系的，这三个派系呢，都是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业力如何安立，过呢如何还灭，这部佛性，三个讲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中观，第一个讲法，性空的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唯识，意思就是讲一切世间都是心事变现出来的。第三个讲法，那就是说是如来藏，那就是每一个人呢就像一片镜子这样，是佛心，但是沾污了，你把它抹干净，你就恢复原来的佛心。三个讲法 ，OK 好，哎呀，好，这三个讲法里面，对不对？现在开始谈了中观，就是跟性空有关系的哈。不过这边的这个中道观可能有稍微一点点不同，来我们看一下哈。好啊，他所谓的中道就是不要落入两边呢，所以才说中道了哈。好，如何呢？如何不会落入两边呢？哈，好，这个我确定我有对你们讲过的，看看海林会不会记不应该记的东西，就是问你了的了。还有 Lenny，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哈。有一天，我们抓了个贼，那个贼偷了芒果，那么呢，送他去法庭那边审讯。那个贼讲，你不应该抓我的，因为偷芒果是昨天那个我，不是现在的我。那么现在的我跟昨天的我是没有关系的。再加上那个芒果啊，也已经 不在了了。请问，你做法官的话，应该如何回答他？
海林，这个是跟部落的两边中道有关系的。你是法官，你是不是放他走？你应该跟他讲，我的师傅跟我讲这个恐怖的事，我忘记了。这个我有点发现我记不到了，我已经忘记恐怖的事了。那么那个谁讲，那我应该是到底走还是不应该走？那你说你问我那个师傅，我问其他同学先，俊杰呢，记不记得？我应该是讲。有昨天的你才有今天的你嘛，所以不应该放哦。哦，看来你好像是记应该要记的东西哦，你的样子好像是没有听过但是又记得哦，应该听过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听过哦，这个讲的那个人答对了，听过的人答错哦。好啊，同学，这个公案是很出名的，因为一般上啊我们都要用譬喻才好理解的，所以呢聪明的法官一定讲的，请问没有昨天的你哪里有今天的你呢？没有今天的你哪里有未来的你呢？通常是这样来顶他，他就没得好讲、啊、所以呢一般上来讲、啊、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有关系，虽然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肯定是不一样，因为呢 你是独立的个体、啊、昨天你已经过去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昨天的你哪有今天的你呢，所以呢你偷的业力是可以延续下去，所以同学我们讲、啊、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部落的两边的，因为你讲啊，之前跟的你跟现在你无关，这个是断见来的。那么呢，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一模一样，那个是常见来的。啊，可以了解吗？哦，海玲，你还抄那么多、啊，你抄那么多，你全部又不记得的哦。过后呢，才来翻，结果一翻太多了，我也不知去哪里找。啊，同学一般上啊，记譬喻了哈，啊，记譬喻哈。通常用譬喻比较好记的啊，譬喻比较好记的话呢，这其实也回到去你以前会不会读书了，因为啊我们呢读书一般上不会什么都抄到完的，就是只抓重点罢了的。如果师父像海林这样的方法来读书啊，惨了，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佛法，因为啊不可能全部抄，一定是抓它的重点，然后从那边去得到启发的。好，这同学记得好，要这样子来读书哦。才行的、哦、好，来我们看一下部落两边的、哦哦、他讲一般凡夫认为什么呢？他说、啊、看到生死流转就只有见，人死了之后呢就只无见呢，所以呢要么就有见，所以呢他看到啊那个有见就认为他是真实存在永恒存在的，那么无见就是死了之后啊就像那个灯灭掉这样、哦、就不再不复存在的了，这是一般的、哦我们凡夫的一个观感。同学啊，其实我这样跟你讲你也是没有头绪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，也或者是说啊，你 一来到啊，你就学了佛法了，你觉得诶本来都是轮回的嘛，怎么我会想到有见或者无见这样呢？这种一般上外道才有这样的见解的，唯物论呢、啊、就是无见来的，死了之后就如灯灭这样、啊、那么呢你出世之后啊，你永远都持续在的，那就说你死了之后啊，你的灵体会进入另外一个灵体，感觉那个灵体跟现在的你是不变的，那个灵体去了别的身体也不变，这就是外道见来的。真正的、啊、佛法来讲就是啊，它的神识转变，这个神识本身都在生灭变化，而这个神识啊它带业力过去的，业力本身也是空性，这才是真正 佛陀的见解来的，可以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就这个缘故，因为他的业力可以 subject 都在改变，所以呢他才可以有变化嘛，才可以说可以上天阶，可以成佛，可以下地狱。但是啊这种常见是最好用，为什么呢？尤其是印度教，你有听过四种性吗？四种性讲啊，如果你是婆罗门永远你都是婆罗门，你是刹帝利永远都是刹帝利，你来世都是一样的，然后过你刹帝利永远就是刹帝利，刹帝利呢过呢上面呢、啊、刹帝利就可以统治啊、哦、废舍的，所以为什么当时的人就知道，就聪明的人就已经拆穿了这套啊，根本是统治啊管制下面的人，在印度这些是高招来的，看到没有哦，所以他先把一个有见啊常见啊、哦、套过去先，过呢你就走不掉，你真的走不掉，因为到现在、哦
除了受知识分子的大城市以外，很多小地方还是依然认为，就是说，你是差地力，你是长，你永远都差地力，你来世都是差地力的。他们印度人有这个想法的。那么我是，好吧，所以呢，当时的雅利安人就用这招来统治整个印度，多厉害！雅利安人是外来的人来的，他为了统治他们，就用这个方式来统治。那么中国呢，外来的那些游牧民族啊，过也是占领了中原，请问他们如何统治中原？啊，这个是丝绸之路，我讲过的，哎呀，很多这边上过，看你记不记得哈、哦。应该问谁好嘞？问一个没有上过的 ，OK， OK 啊，来来去都是你们这几个哈、哦。缙云，用什么来统治？记得不记得？开麦回答。放心啊，一定原谅你们的，因为都不是你讲，可是我讲嘛，当然我记得了，我讲课我都会记错，更何况你们只是这样听，对不对哦？我不记得。哎呀，丝绸之路，还有什么东西好讲？这丝绸之路就一样啊。佛教啊，宗教啊，就是、佛教咯啊，所以他们就用佛教来统治啊中原的人，因为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个外来的种族啊，你跑来统治中原的人，他们是高度文明的人来的哦。那么你怎么样子啊，来让他们信服你？那你要找一个东西哦，这东西也有高度文化的，那就是宗教了。所以就是这帮游牧民族啊，全部他们就信佛教，然后呢，他们跟谁挂钩？然后他们找谁？找谁？找出家人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找出家人，还要找皇帝啊！对，过呢，给予皇帝就是赋予很高的地位，你是天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过你学佛，然后呢，就是让他们有国师这样子了啊，给予啊，就是你自己先找个居家中当你的国师先，你什么都不懂吗？捆烧凳吗？找个法师来当我的国师。然后过后呢，就开始编写一些故事，像武则天就是这样了。武则天女皇帝啊，是非常违背伦理观念的，你知道吗？女人当皇帝，你知道女人在古代啊，根本像货物那么低贱的，你们知道对不对？中国跟印度一样的，你突然你当皇帝怎么办？所以武则天很聪明啊，她就利用佛教师，也在会设备里面了、突然有人捡到，就是。造假的了、就是说里面有个线索讲啊、会有一个在佛教里面的一个传说说啊，会有某某人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，类似这样的东西了啊，我忘了具体的内容啊，然后也通过就是佛教的推波助澜，大家就承认他这个女人当皇帝的地位，不然谁来接受？你就唯有一定要在宗教里面刚有类似这样的传说，然后呢让民间相信了。那这个你不找出家中一起合作，那你可以做得成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以前当时啊是真的有用啊，宗教来达到这个目的的，好了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就是有见无见哈。好，过还有什么东西？他说啊，你知道缘起啊，的如幻假有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也不是什么都没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所谓的不依啊，就是可以让你啊摆脱这种没有实无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想法了啊。好，然后过呢，他又讲就是说哈，而且就是可灭的，在生时也就绝非实有了啊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讲到他说见到世间灭啊，也就生时解脱，不为其有见了哈。然后过呢，了解缘起的此无彼无啊，此灭彼灭哈、那么也不会执着于有见呢、这个就是它的意思来的哈。同学，你就记得这个不依不依哈、来贯穿它就对了的嘛。所以它 conclusion 这边就有了了啊。所以他说啊哈，一切缘起的唯是缘起的极跟灭，看到吗？啊，极就是极起跟还灭。同学啊，极啊哈。这一边跑动就是极了，然后无名升起就有形，这些都是全、然后有形就有事，这个是极来的。灭呢是无名灭就形灭，形灭就色灭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灭的意思来的。好，然后他讲了、
他说啊，这并没有使我跟实法，看到吗？哈，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同学，什么叫使我啊？使我的意思就是讲啊，你不是因缘和合的，你是不能够再分解了的，这就是实有的意思了啊。所以呢，没有实有的，大家都是因缘和合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了啊。所以他讲啊，就不着有无间，而依中道正见而得解脱。好，同学啊，基本上啊，哈，我们这样子的一些中道见不会解脱的啊，因为我们只是一种 mindset 罢了，一种想法罢了。那么呢，真正的中道见是通过禅观里面所证的。我的老师跟我讲过哈，你对中观见啊，哈，有正确的认知啊，你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有帮助了。那么这个中观见是大乘的特色来的，所以同学跟刚刚那个不一不一哈，你可以把它弄懂，就会有帮助了。那今天就加多个功课给同学，同学功课就是属于八不中道了哈，因为这个八不中道啊是中观的特色来的。来，我给同学，八不中道啊，就是这个了哈，八不中道哈，同学看到吗？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好，今天的功课是选择性是八不中道，好，这个啊，八不中道，好，按照我的老师所讲啊，好，因为他对这个有深刻的理解，结果他是为巴桑那的时候对他有蛮大的帮助的。 OK， 待会给同学选择你要复述还是自己用15分钟去看这个八不中道，这样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有 option A option B， 好啊，就好像飞机餐这样哦，先生，请问你要吃面是饭？人有选择才比较快乐嘛，好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完了的了，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同学，这个部分呢，你在复述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搞懂的。不过呢，只要你把那个譬喻弄懂，就成了的了，整个可以贯通整个八不中道的，好，这样子哈。好 ，Next， 同学，接着下来哈。好，我们就到右副正见者，即是四谛会。好啊，请就是OK 好啊，请 Mandy 读一读了哈。正见缘起以正见四谛，出世的解脱道是以缘起及四谛法门为纲要的，所以说到正见，除之缘起的即灭外，还有四谛的正见，这是经中特别重视的。一、正见缘起，缘起着重于指时间的系列说明。正见流转幻灭的缘起法是因而起，是一因而起，一因而灭的正见，但这不是空洞的因果观，有空观，而是无明缘行等的一缘而有，无明灭了就行灭等的一缘而无，因果相依的必然性。从中道的立场，如幻假有缘起观中正确的体见它，深入离惑正真的圣境。二、正见四谛，四谛着重于恒空间的分类，苦由极而生，灭依道而证，这是世间与出世间两种因果。观察的对象还是现实苦迫的人生，从苦而观到极，如从老死而观到爱取为缘，到无明为缘一样。然后觉得到极灭则苦灭的灭地，如知道无明灭则行灭，老死灭一样。但怎样断极而正灭呢？这就是修道，这就是修道了。道是正灭的因，也是达成极苦灭的对治。好，同学先留意一下，一个是数不间，一个是恒是空间。来，陈玉兰，请你用手来比一比，
竖是怎么样，横是怎么样。开麦。竖就竖起来。一横呢？横我们华语写的横也是一。这样子啊。嗯。啊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你的答案对跟不对哈。哎，同学，他是这样来理解哈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啊，这个呢，可能有时也是需要些时间来搞懂它哈。啊，不过会越来越清楚的了哈。同学看一看了哈。你看一下哈，他说啊，数的缘起啊是着重时间，同学看到吗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 ，OK 好，好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了哈，依因而起，因为有无明就有行，有行就有事，这是依因而起哈，依因而灭，无明灭，行就灭哈。他说这不是空洞的，这是有空观的。他说啊哈，无明缘行等的依缘而有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会有这个是我们今生投身的事哈。那一定要有无明，还有过去的业，同学还必须要有哀，还有必须要有取，合起来的话才有今生的我们的投身。所以它是有中原和合的。然后过他讲了哈，无明灭就行灭了，当然嘛，这边没的话，行就跟着没了的了。所以啊，因果相依的必然性，每一个跟每一个都是紧紧相扣的因果来的。那么中道的立场啊，是如幻的缘起观啊。同学，如果你站在中道的立场来看呢，哈，它是不是它是一个幻化的？你也可以说它在究竟地立场啊，它也是幻化的。好啊，但是正确的见地是深入到离惑正真的深境哈啊，因为呢，同学，你只要无明一灭除，跟着全部都灭掉的话呢，你就要离惑，离开无明。而正真呢，指的就是真实涅槃呢，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数的时间的立场。好啊，这个是打横是空间呢，哈，同学你看呢，哈，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哈，我不知道你没有感觉哈，那打横是空间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打横是空间，空间是没有时间在里边的 ，OK， 空间是没有时间，这就是空间立场了。那么呢，所谓的数的是时间，就是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哈。所以其实啊，同学哈，因为啊，如果是说时间可以画得出来的话哈，它就是这样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是转一个圈这样子。所以他说数的立场，我是觉得是它是这样数着来跑，因为时间是这样跑的，同学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是数的立场，那横的立场是这样的。OK 好。你们的样子看来好像是越听越糊涂这样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这个竖横是小意思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横的空间的立场哈。好，横的他讲就是主要是苦集灭道哈。啊，同学，你看这个就很 simple 了。横的立场哦，同学，苦集灭道，苦集苦呢有集的缘故。苦就升起，苦即是无明等哀，那么呢苦就是五蕴，那么呢苦即灭道，那么呢你跑八正道灭就升起，那么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很直接，对不对？更容易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其实四谛啊，站在空间的立场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么站在时间的立场，它就是三世的。啊，可以 imagine 得到吗？应该是说数的立场是这样跑的，时间是这样跑的，那横的立场苦集灭道就是这样。好，来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世间与出世间的两重因果观察的对象，还是现实苦迫的人生。所以呢，现实苦迫的人生，同学是苦地来的，那你继续观察是因为无明的缘故了。OK， 好。好，然后他讲呢，啊，你看到怎么断集，怎么修道呢？道呢是正灭的因，也是达到了极苦灭的对峙啊，
这就是四圣谛是最简单的。好，来，现在同学又有问题要问你们了，来看一看。好，好，我们讲苦集灭道啊，灭地苦集，集地是什么呢？集地就是无明，对不对？好，集地就是无明。好，那么请问一下哈，如果极地是无明的话，那苦地是在哪里呀？同学，你看看这个图，苦地又是在哪里呀？玉华，苦地在哪里？受啊。嗯。还是在世。嗯。OK， 都不因为他夸师的是不是？不是。OK， 好好。五帝啊，有点未来果和现在果，就是现未来果和现在果。好 ，OK， 连你问他的问题他答不出来的，不问他问题他都答到对。现在果包括全部。看到吗？来来苦，这整个都是苦来的。整个都是苦哦。OK， 好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苦整个都是苦，这个集整个都是集啊。OK， 你们要鼓掌 Lenny 呢，还是给他合掌呢？哦，这个问题看啊，就是说不问他问题，当然答得对的哦。好，下来哈，请问灭地在哪里？俊仪，请你看看这个图，灭地在哪里？没有了无明，灭了无明就啊，灭了无明就没有行嘛，所以那就是他转现在因，嗯，所以你的意思讲灭是回转啊，没无灭了无明就啊没有行嘛，啊，所以你是讲灭地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，而是你啊，而是在整个啊。我有没有讲过这个东西啊？我有讲过吗？刚才也是有讲一下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合掌给俊仪哈啊，要给他答对。哎，我以为啊，你经常也是没有听过东西都答对的，听过东西都答错的哈。好，来，同学接着下来，道地在哪里 ？OK， 就是邓玉兰，请问道地在哪里啊？道地啊，嗯，不，邓玉兰，道地在哪里呢？师傅，我很乱了。OK， 静云，请问道地在哪里啊？这个图看得到道地吗？八珍道。觉得蛮难，对不对？好好的 ，Mandy 呢？请问道地在哪里 ？Mandy 哈、啊，我图里面看不到。OK， 看不到。这是不是最好的答案呢？因为他应该是解脱了嘛，应该不在那里。啊，这是这样有趣的课题。因为呀、啊，同学啊，如果你是可以答得到哦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世界是树根横了，你了解吗？为什么树跟根你会很 confused 不到，就是因为、啊、当我们一站在树的时间立场、哦、去看苦集灭道、哦、就发到苦跟集者看得到，灭地跟道地是看不到的哦，灭地道地是看不到的，因为你站在时间的立场、哦、你就看不到空间了的了，你站在空间的立场、啊、苦集灭道是你看不到时间的、哦、所以为什么要两合起来讲才圆满呢？那道地基本上 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。不过呢道地啊，确实有一个啊，是可以运用在这边一个立场的，那就是回到去哈、哦，我们应该如何来，应该从哪里下手？同学你自己思考一下，你应该是从哪里下手修行啊？哈，你才可以把这一个轮回把它停掉。这个问题我也是问过的，那我要问那些专门抄东西的人，海玲，请问。师父讲，我以前有讲过，是应该在哪里下手？
修行的立场在十二因缘哪里下手？也是超难，对不对，同学？这问题。直取那边啊。直取啊。嗯。这里吗？啊，取这里。取，嗯。这里下手啊，好的。嗯。无明爱。因为有无明爱嘛，直取那边。直取那边，好来。嗯。OK， 这个真的你要答过他哈。嗯。陈玉兰呢？你会选在哪里啊？嗯。应该答不对的，凡是问你的问题都答不对的。因为我在抄着，都是问你讲道地和灭地 是空间与时间、啊、是看不到的。抄着你就刚讲的。这个答非所问的，来，你现在先回到现在来先，我问你先，到底那个图啊，你修行应该是往那里下手才对，没错，八成道是看不到的，给同学猜。啊，现在是哦。那应该你在哪里下手才对？今生在我的业取爱，在业取爱下手哈、嗯哦，业取爱下手哈。OK， 好的，玉华呢？从无明跟爱下手，因为无明跟爱了切断了，这个轮回就不在了。嗯 ，OK， 好好。俊仪呢？爱也是无明爱。你的爱下手啊，静云呢？重生啊！哦 ，OK 啊，啊，没关系的，无所谓，都乱回答，要回答就影响。玉兰呢？哈、啊，邓玉兰，无名，妙长，无名。OK， 好，来。哦，师傅告诉同学全部回答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谁没有答到吗 ？Mandy 在哪里 ？Mandy， 现在四面无名。四面无名哈，好了，我告诉同学这个其实回到去现在的禅观系统嘛，他用什么方法来修？然后呢，他修行的理论就是用这个理论来去建立的。同学像有一个派系他讲我们是专门修受念处的，那他是受念处的话呢，他就在受跟爱之间下手。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感受啊，让它停留在感受，不要产生未来的业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从受跟爱之间下手的。同学基本上啊，受啊你 stop 不到它的，感受你一定会有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可以 stop 掉接触吗？你也不能够不接触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难道你把你根本破坏掉它们又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也不在六路，不可能破坏六路的。那么六路从哪里来？那就是在根源就是是缘名是，就是名是，名是一定有的，也破坏不到的。那么呢，名是再推前就是是一定有，也破坏不到。所以呢，果那边我们下不了手的，果在网上，所以你们就猜无名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些派系啊，他们专门呢就是修维巴山呢，让无名啊把它转变成为名啊。因为呢，当在修，因为啊在学理上啊，就是说哈。你在无名下手可以把它破除掉的话，这些会不会全部跟着会没有到完？那么呢，目前来讲，在禅观上他们可以成立得到，理论成立得到，禅观的修习的派系也可以成立得到。但是当然这个是到最后啊，正四果罗汉才可以说把完全无名一破除，后面那些全部跟着没有，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是可以成立。所以同学你们用无名啊猜无名是对的，然后我们有些同学猜爱嘛，哈。就是受过后就爱嘛，是应该是讲受跟爱的正中间那边，就不让爱生气，所以呢，他不让爱生气，后面的业力就不再造作了。你在无名破的话，就是从过去是无名破除的话，未来是跟这没有；爱破除的话，未来是跟这也没。那么接着下来，你有的就是前面的很多业力，你也没有办法消除的。所以呢，你唯一可以做就是无名把它破掉。那破掉无名之后啊。前一辈子前那么多是造的所有的业种是它就没有机会可以生根发芽，你就像把它们全部放到去水泥那边它就无效了。那么未来因为你已经没有业了，那么之前前面的业又没有无名的爱水去滋润它，你就解脱了，所以佛教的方式解脱观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不错 啊你的大家全部头脑加起来，就给你们猜对。因为目前的禅观，他们就用这样的模式架构他们的禅修理论说明。
啊 ，practical 一定要给办得到哈、哦、才行的啊。同学怎么觉得合理吗？当然是合理的，你不可能讲不合理嘛。因为如果你讲不合理啊，除非你有更好的 suggestion， 你才可以推翻得到的。哦啊，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哈、哦，我认为啊，你去了西方这个世界，东方琉璃净土，应该都是学这些的，不然你在那边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应该也是学这些东西的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现在啊，你就找一个禅学的派系哦，都是南传，都是以这一套，你就找一个他有这样的学理，因为你是很掰哈、哦，那么你修起来就有信心了。可以明白吗、哦、那么这无名的破除啊，不只是我们罢了，中国的参话头也是一样。但是一个问题产生，你看呢、啊、禅宗讲啊，既生就成可以成佛啊，可是我们无名已经轮回了千亿劫那么久啊，为什么轮回千亿那么千亿次那么的久，可是却既生可以成佛呢？ Logic 在哪里？Lenny， 陈玉兰，应该有答应。破除了那个无名吗？你不是讲了方才？那我知道，但是这无名是已经千亿次那么的多嘞，你是今生就成嘞，你明白吗？时间上拉多远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千亿的轮回我，你现在说你一次就可以成了 ，Logic 在哪里 ？Logic 在哪里？马上就地成佛吗？我们就想嘛，不没你没有解决到我的一个 logic， 就是你已经轮回千多亿了啊，假设是算得到的，但是为什么你一世纪生就可以成呢？你要顿悟嘛，师父，我们一顿悟了就可以断掉那个无明，所以给他猜到了哦。哎 ，OK 哦，好来，你们要喝掌还是鼓励你们喜欢的哈啊？又给他猜到了。好同学，其实啊，他经常佛教用个譬喻的，他讲啊，千年暗示一灯照破啊、哦，所以他说啊，你虽然这个山洞一千年里面没有光线，可是你的光线有啊，你不需要点一千年的，你划破一光一出来，所以千年暗示一照一下就照破到完啊，所以他用的是这样的概念。来谈的哈、哦，当然这个顿悟其实也是建立在见悟，你不可能过去是完全没有修，你也是过去有修啊，顿悟建立在见的立场，才有顿的结果了，他不会无端端什么都不修，一下无端端顿出来的，了解吗？陈玉兰啊 ，OK， 好啊，好的啊，这样就更完整的理解了哈、哦。好啊，所以呢，同学啊，就这边呢，你们就也算是啊，终于把这个。苦集灭道啊，这个是竖的跟横的哈、哦，有一个理解了的了、哦、好，来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了哈、哦。你们要师父再继续下一段，还是希望就这边暂停？觉得东西还蛮多下，觉得要暂停，让你可以缓和一下，顺便看看那个八部中道这样的，还是要继续？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？第一啊，觉得是需要消化了，好的，那我就给时间你们安排你们复述了，好啊，过后呢，同学你再看看八部中道，去感受一下，好啊，又开拓新的视野，好。